嗰啲吧，當哥。Hello, David。點啊點啊，三仔嗰點啊，一加二。聽完咁樣配搭，馬蘭士一加二，再配六粒嗰啲極品古董膽，印證咗一樣嘢。貓乸啊！馬蘭士一，馬蘭士二，古董機要真係要配翻古董膽，先有啲咁嘅傳感嘅。嗰種味道，而家你要相信咁細啫。三仔點解佢營造到嗰種重心場感出到嚟？哦，三仔都有可取之處係嘛？直頭極品啦、啊！極品啊！哇！李叔叔唔認為咁喎、啊。咁你聽聲收貨啫，即係你即係馬蘭士嗰個中高頻嗰種分析力，即係你嗰種讀到嗰種水分，係、啊、你即係你隨意爭風嘅。係咪要先擁為快係嘛？係聽聲收貨啦！聽聲收貨啊！係啊！細有細玩係嘛？你要咁樣諗，佢唔係話細有細玩啊。嗯哼，你好難想象出三仔一隻五細嘅喇叭營造嗰種長感，係可以營造到出嚟。有低音，有長感，有低音。嗯，中高音唔使講，係馬蘭士特色。冇錯冇錯，最緊要個甩到傷，營造到個重心感出嚟。嗯哼，耳彎甩傷嘅咩？係，絕對抵玩，絕對抵玩。冇錯冇錯。第八隻而家嘛？第八首系，细佢啲孩子。
见了苦。